这一款日本人研发的会骑自行车的机器人，那么它里面如何用这个机器人在骑行的过程中保持平衡？这是它起步的姿势，它有像模拟人类的姿势，就一只脚踩着地，然后启动。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尝试，还能走到不同的这个路面，然后还可以拐弯，还可以停下来，还可以脚可以停下来，还可以做姿势，所以这是很有趣。那么它是用这个重力加速度加速度计来掌握平衡。XYZ 方向的加速度计，相当于就是陀螺来掌握平衡。所以这个小的玩具非常有意思，而且它有很多关节来模拟人的一些动作。